裙子上连身裙，对，它这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它的肩膀的地方啊，它是做布蕾丝的，这样，然后它是 V 领的，它的它本身是有腰身的，它就是胸下它这边有一个松紧带的车线，但它不勒，它是舒舒服服的松紧带。那你想要腰身，就是更有腰身的话，它有附一个绑带，就是可以再绑紧一点，然后稍微调整一下这样。它还有口袋哦，超深的口袋，整只手掌都超深的口袋，超深的口袋，多深呢？就是手机不见就掉。背一个包包，对，然后裙摆的地方是做一点三百的，那它这件长度就稍微我觉得短一点点，就是在小腿下方了，这样。然后背面，那如果你就是它有三个色，黑色跟杏色，喝茶叶和喜酒都可以穿，有三个色，黑杏，然后我身上是蓝。那如果你比较保守一点，就是像我一样，里面搭个短袖。但有一点，但是没有到时装的那么厚的感觉。它不会皱哦。对，这个不会皱。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它的肩带就是很特别，是那种布蕾丝结的，因为一般的话可能就是束束的一条，就觉得很无聊。它是做布蕾丝，叫布蕾。这里有吗？布蕾丝在这边，然后也不会刺刺的，这个不会刺刺的，一样是韩国制的，一样是韩国制的。小心机，就是它下摆的地方。哦，小帅。这边你在拍照的时候露出来腿，又很奇怪。对啊，你自己不用拉，它就用力好了。